肚子呢直接会散掉的，所以这样煮。来，把它夹出来。你看又肥又大的。那我就说吧。哦，这个拌饭好香的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呢去菜市场，本身打算买一个铜鼓回来，但是逛了一下，我一问那老板，那铜鼓，这个是40块钱，买了一个骨头回来，而且这个骨头啊，你可以炖的，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能吃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脆骨。再洗，正好砍在脆骨这里就好砍了，它都有一节一节的那种，就剩这个，就这一点不能吃，其他都全吃干干净净。这个先不要直接煮，用水泡一下，把血水泡掉，泡半个小时以上。这个泡了之后又洗两次，我们先下锅沸水，下点姜，来点料酒，可以去那个泡泡，你这样沸一下水的话，那个肉要干净一点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不沸水了，直接用这个原汤，就是才叫原汤粉。然后先把这一层搞掉，上面这一层的浮沫我就不用，因为这一层会比较脏，血水嘛。我们这个必须高压锅炖，火锅底料啊，用个火锅底料来调。我也吃火锅底料吃的少，用多一点，看够了没？这个底料，加点酱油、蚝油，加点盐。盐不要太多，毕竟火锅底料了。搞过来，这就是原汤牛肉。我还有粉，说原汤牛肉粉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主打一个原汤。什么叫原汤？就直接用骨头汤熬出来的叫原汤。可以放高压锅了，高压锅45分钟吧，差不多。把汤先搞出来。红薯粉呢，我直接泡了，先下去去。真正的红薯牛肉粉，有牛肉有红薯。好，一盘子的骨头随便啃，肉随便吃。你看，去店里吃四碗粉就可以买这么多了，40块钱嘛。再搞点手撕香菜下去，这是牛肉粉，牛肉红薯粉，正宗了吧，原汤牛肉红薯粉。用这个，本来只想用这个吃啊，但是这个吃啊，跟你说太烫了，我夹点出来，放到碗里吃，凉一点。要吃到后面的时候再用这个盆吃。超爽。没有浪费。我直接吃肉，我怕一块吃粉吃饱了吃不下肉。
再试一试了。这一节的浪没浪费，而且这比狗还厉害。还是有点烫，再吃点热热。其实这骨头也能吃的，但是我不想吃。肉谁不吃的？我也吃不下别的了。嗯，像这个就不吃，除了这个不能吃，其他的全能吃。嗯，明白。嗯，水水呀，嗯，哇！昨晚我给石头剪头发，然后剪完了呢，小猪说太丑了，然后他今天执意要把它带出去，带到了理发店剪。他说再去理发店花了25块钱。嗯，因为我想了一下啊，如果我现在开始学会给他剪，那其实他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美不美，好不好看。剪着剪着，等他上完幼儿园，上小学了之后，然后我的厨艺不是我的，嗯，什么叫什么？我也变成了汤尼老师了，到时候都不用花钱去外面剪了，也会变好看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剪头发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啊。再来，其实也不算很多的，也就3碗的样子吧。刚盛出来有点烫。吃的都打嗝了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凡事不要慌，肚子呢直接会散掉的，所以这样做。我赶集回来了，买了1块的牛肉，这个牛肉是40块钱一斤，买了1斤多一点。然后还有今天做什么，今天做豆花牛肉，买了4块钱的豆花。这一道菜注定是高蛋白的，豆花、牛肉都是高蛋白，还有豆子、豆芽，豆芽也是豆，还有这个豌豆尖，总之这一餐与豆有关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吧。这个豆花先放一边，这个也先放一边，我们先切牛肉。咱们之前呢都是吃小黄牛，今天咱们不吃小黄牛，吃老黄牛。这头牛，老板说有4年。他说是用来耕田的那种牛，然后现在要把它处理了。
今年牛肉便宜多了，之前牛肉都是40，去年嘛47、48，今年40、38。改几天的肉啊什么都要便宜一点，但是也要你有一双火眼金睛，防止买到不好的。都说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姜和内姜的区别就是老姜去辣一点，而老姜贵一点，老姜的价格是内姜的翻倍，内姜大概在5、6块，老姜就在11、12块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才离不开辣椒。你看这发芽的这种蒜，发芽的蒜是能吃的，但发芽的土豆不能吃。豆芽、豌豆尖、香葱、蒜，这个是姜蒜、辣椒、牛肉、豆花，全部备好，我们开始炒了。开始炒了，这个油要多一点，油温烧热，这个烧已经冒烟了，要下入牛肉直接炒。再炒一会儿，要炒久一点，香一点。不要急，凡事不要慌。炒成这样，咱们加入姜蒜。香味出来了。再来点豆瓣酱。再来一块的牛油，火锅底料。我们这样炒的牛肉其实它是香，但它不会嫩，太嫩，但是确实很香的。加入水，又加了一点的花椒进去，刚才忘加了。我们现在可以调味，加点酱油，再加点盐和鸡精，继续煮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先放点豆芽在这里，还有一点豆苗，最后把豆花放上来，反正都是跟豆有关。再把做好的牛肉倒过来这里，因为咱们不能够直接豆花放到里面煮，放到这里煮呢直接会散掉的，所以这样煮。再把辣椒放过来，最后的葱、香菜、蒜，放上卡式炉，打火，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边吃边煮了。已经开了，已经开了，在沸腾，在沸腾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吃。这个豆花呢，咱们夹肯定夹不出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水都溢出来了，夹不好夹，咱们直接踩，用锅铲踩。这个爽，这才吃的主要是豆花，当然牛肉也好吃的啊。这牛肉。豆花牛肉，好，我的乖乖，这个太高了，挡路了。牛肉贼香，豆花
滑嫩得很，再就是烫的，这越煮越香，咱们得开小火煮。我喜欢大口大口吃，所以怎样正常吃的话都适合喝点小酒。哇，厨艺很重要，但原材料超重要。嗯，这味道逆天了，这火太烫了。让豆下锅继续，第一出来的就是豆浆，然后你再加一下那个叫什么石膏吧，还是碱还是什么来着，反正就是那种东西，加了进去就变成了豆花，而你再把这豆花一压就变成了豆腐，所以一锅煮下去，又可以吃到豆浆，又可以吃到豆花，又可以吃到豆腐。然后再把这豆腐油炸一下，就变成了油豆腐；把这豆腐熏一下，就变成了辣豆腐、熏豆腐。豆苗也好吃的很，这个牛肉呢是带油的，所以吃起来呢别有一番风味。我感觉我们中国菜太丰富了，就是一样东西可以做出千万种样子来，而且100个人做出来100个味道。像炒菜它其实也没有什么配方的，没有什么配比，就是靠你熟能生巧，日久生情。豆芽，这豆芽超嫩，这是绿豆芽，其实我喜欢吃绿豆芽一点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对豆芽成本高还是怎么，大家都做绿豆芽做的少，大多数的做黄豆芽，是赶集天才有卖。而绿豆芽炒韭菜真香了。哦，我觉得今天主菜反而变成豆芽了，豆花和豆芽。牛肉我吃的没那么多嘞，豆花，你看嘛，豆花夹不出来，只能是咬。吃豆花就必须准备一个勺，这个豆腐啊，不是豆花还不能吃，太烫了，先吃点牛肉。这个也可以边吃边下菜，因为里面馅也多了，我就不下了，先吃完再下。这种豆芽的根的比较长，根越长说明它发的时间越久。
根越短发的时间越短。我买了好东西，这个是牛腩，就牛肋骨，应该是对，就是那个肋排那里切出来的肉，这个肉特别的好，我准备拿这个炖来吃。你看这里是，这里有一根骨头，这里有根，然后这个呢我们要给它切一下，这个呢是老板把个骨头给剔掉了，你看这肉很好的，这个肉炖起来最好吃了，炖的话就用这种肉。好，看到吧，我们下锅沸水，肉就用这种最好吃了，来一点的姜。我们这个呢，这种45块钱一斤，那种腿肉的话48块钱一斤，这个总共是3斤多，3斤半。下锅，好，咱们这个沸好了，捞出来，我们这个就不沸水了，直接这样捞出来，给它弄弄干净一点。捞出来，锅里加油，开始炒糖色，冰糖，这个冰糖我也不知道多少克，没数，也炒糖色。好，上上色。大气的牛，加水，再加一点。这个我们得用高压锅炖，水水也不需要太多，差不多就够了。来点2022年的老姜。来，料酒，跨年的生抽，老抽，好，不可少的盐，这样我们就给它烧开，烧开再放高压锅炖。又麻又香的花椒，辣，又辣又香的辣椒，整上我这个压不烂的高压锅，上气20分钟，鸡。这烧这个是竹子，这竹子很好烧的，这个烧的很快就没了，你这火烧的挺旺的。是啊，快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公鸡看闻到我们的香味了，它也跑过来，然后它也想吃牛肉，你吃牛肉我就吃鸡肉。时间已经炖了25分钟了啊，弄出来。好嘞，看我们的肉，我们要放到这个锅给再烧一下下，也要调一下味道，看好不好，好就可以了。我想了一下，那个汤很好，不想浪费了，我就来拔点萝卜下进去，吃起来就好。白冬吃萝卜嘛，一个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萝卜拔都不大，太用力了，开始不用力又拔不出来，太用力又摔跤，再走。这是轻一点，慢慢拔。哎呦，哦，好，来把它夹出来。热弄出来，这个汤我们炖萝卜，萝卜盖在这里啊，我们先吃肉。刚才我去打开那个电饭锅，一看里面全是米，
是我没按下去，所以没办法，先吃肉吧。吃了肉之后，不然肉一会凉了。然后吃了肉之后，萝卜炖好了，我再用那个萝卜拌饭吃。自己夹几节。哦，先吃。咱们再吃疏远一点。挺好吃的，嗯，炖的比较烂。我的天，我这样吃，说完这话，我全身鸡皮疙瘩了，有点受不了自己这样的，可能是习惯了嘛，还是直接炸大头吃吧。这不是本来的我，我这是本来就是很粗的人。哎呀，手抓着吃特别好吃。我们过年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些家就直接手抓着吃。哇，这样吃就不会起鸡皮疙瘩了，完全吃的舒服，特别的爽。这个肉呢，这样炖一下，我炖了25分钟，这高压锅炖25分钟，正好不会扯不动，也不会太烂。哇，好香！嗯，吃着吃着吃掉一斤半了，吃着吃着，啊，开始吃的时候特别急，饿嘛，现在吃嘛，慢慢吃的。就是饭也没熟，嗯，好想来点饭吃。吃牛肉的话又不怕长胖，但说句实话，要长胖的人喝水的胖。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喝水就胖，我是吃着胖的，毕竟我吃了这么多肉。对，哦，对了，我又。等饭还是等饭吧，不等饭这个吃不饱啊，吃这一全吃完了，肉全吃完了，拿什么拌饭，拿萝卜啊，这样做真的挺好吃的，我们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啊。但是买牛肉啊，一定要买新鲜的，不要买冻的那种，冻的不好吃。还要买这个牛肋骨，这是肋骨上面的那个肉，还有一种是靠近肚子那些肉，那个没有这个好吃。嗯，啊，对，靠近肚子就是这里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有些肚子的就是这个肚皮上的肉，那个肉没有这个肋骨这个骨头上取下来的肉好吃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哎呦，说着说着说到我身上去了。嗯，我觉得呢，哦，对了，这个还可以怎么吃啊？可以搞一个辣椒，搞一片生菜包起来吃，也可以搞那种手抓饼来包这个吃。应该也差不多2斤的牛肉被我吃了，我把这截一下啊，然后饭熟了我就可以拿这个来吃饭了。看到没，这是不是看着特别爽，看吧，这肉
太过瘾了。剪了之后我不要吃饭了，还说等着吃饭等着吃饭，就还没等完就差不多肉吃完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等饭吧。开饭啊，这烤的牛肉你这是饿了几天了。好没，今天呢我们用那个新的烤炉做烧烤来吃啊。一个朋友买了送给我的，然后呢现在准备一下蔬菜来再切肉，来多配点。我先把这蔬菜洗了，然后再洗荤菜。这么长应该可以吧，没问题。这里先洗一下豆角，先洗一洗，搓搓搓搓。韭菜挺多的嘛，我开始还怕不够，人一洗挺多，在吃的时候怕不知道怎么样。这一盆的素菜洗好了，要开始炖肉。这是豆角，哎呀，这挺好用的。你们西葫芦是要喝吧？西葫芦。嗯。我好几天大概弄来弄喝。干用，我喝干七干九。干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就八个嘛，不很多。这个切切挺好用的，我感觉，又好擦。第七那个，我还是这样吧，这样。这样你还切得进去呢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什么意思？我来，我教你，来。不是搞不出。没看，太滑了，这个地方啊，擦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我数到八个，那就有八个了。哦，数八个啊，你擦到手就行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第一擦，第二擦。我要给我妈妈吃。哎呦，不错啊。是了。来，把这个腌制一下啊。生抽。哦，稍微几些，一点点老抽，不要太多。来点胡椒粉。一点盐就可以了，来给它拌起来。牛肉、猪肝和猪肉。猪肝哪个？肥肉。肥肉。嗯，来，这是猪肝，咱们串起来，串起来才有感觉啊，不串起来没感觉。啊哦，小心啊，别擦到手。这是我啊。哦，你搞好了吗？我搞好了。一串三毛钱，不是一串三毛钱，一串三片。我们来切切。我也切好了。多少肉？多少肉？都好几担了，妹妹只吃肉。嗯，这些来的辣椒哦。嗯，好吧。好炸。熟了没有？熟了。爆炸了。干啊！姐的。嗯，挺香的。来，我来火腿肠。嗯。你的功力，熟了，很好吃。这已经熟了呀。对，有脆骨，还脆脆的。哦。就是干，我觉得。我没有酒。好吃，今天煮的烧烤，我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好吃，我也觉得好好吃啊，太香了。大锅都流口水了，洋气的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洋气的很呀。谢谢品尝美酒，一人一碗酒。你爸哟，有那么饿吗？饿了。
妹妹快来，全都饿了，别着急，帮翻一下啊。烧火了，来，一人一碗酒，喝上。这有点焦了，我这串。可是还很好吃。嗯，对。好吃。要吃那个边海呀。吃边海，我叠焦焦才吃得到，这个好热。让妹妹当大厨来啊！我给你翻一下这个。妹妹当大厨了，妈妈都可以弯腰，我就不可以弯腰啊。你不用弯腰，对，因为我是小孩子，这个一模一样高，对，和这个一模一样高，我就不踹了，踹的给不上。你看又肥又大的，那我就说吧，哎呀，吃啊。这两个是爷爷的呀。爷爷哪个？你再把那两个狗，两个黑黑的给爷爷。还是给哥哥好。我刚吃了猪肉，现在准备烤牛肉了啊。啊，这找裤子来。来。要尿裤子啊？这几天天天尿裤子。都这么大了，还尿裤子？秀文。你叫啊，还秀来，还秀来了。再搞点这个辣椒。好了。干锅。自己烤的好还是店里烤的好？自己烤的好。店里烤的，你菜就一点点。还没吃那个吃起来的舍不得，那慢慢吃，可以翻啊，这烤的牛肉，来朋友们新年快乐啊，你们也多多吃烧烤，最爽，走，搞点酱油，是辣的，辣的行，这辣的不辣的都有。我说这边只辣一点，这个不辣，这边有辣的，来给来小猪，你给吃，来吃吧，这个不辣的，知道，哎呀，没那么凶，那没事，冷吗？吃没关系的，你多吃啊，放在这里吧，这是饿了多久呀？再吃。还是我来吧。你拿，哎呦，不用小一点吧，随你。啊，吃你的。
加好菜了，把这放下来。吃着吃着忘记了，来串这个。感觉吃这勺好的不够，不搞饱，虽然吃了很多啊，我们搞了三盆肉，两盆的蔬菜，还不够，还要吃点糯米加进去，觉得这味道很好。妈妈，真的感觉比买的还好吃。有点歪了。你吃一下这，很好吃。这越吃到后面还感觉越好吃嘞。可能吃时间太久了，又开始饿了。好像巨好，直到天黑去，从中午吃到晚上。嗯，哦，这个拌饭好香的。嗯。哎呦，看这个天，太阳到这里了，看差不多煮晚饭了。今天想做个什么吃呢？我看就前一天嘛，小叔在邻居家，他说吃他们家的牛肉特别好吃，让我也炒一下。我就去地里拔一下那个川芎，川芎他们川芎是普通是贝底华，要和普通华还拉眼窝也不消带。我们去吧，戴个帽子。也就这个草帽适合我，别的帽子我配不上。今天穿个红裤子红衣服。好，这个地是那个种长豆角的地，但它里面有那个自然长的那个小白菜，也不是自然长，其实是我们撒的。哦，这个可以用那个了，改子了，看这么长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嗯，我拔一下，我去搞几个杆子来。你前面那个是魔芋杆吧？这魔芋，对。到时候我们可以挖魔芋了，然后做魔芋嘛。这个把它全拔了。哎，这种菜太老了，也不好吃的。这个要呢，要三颗，就是搞到一起，它才有支撑点。这里这个就是川芎，然后这个就是我料朋友们经常看到我煮鱼的时候需要的。川芎可以炒牛肉，也可以做鱼吃。我给你搞一点去。川芎的味道的话有点像那个荠菜，你看这两天长得很好的，这有点像荠菜的味道。然后要嫩一点吧，不要太老了。这就是配料嘛，要这么多个了。回家开始炒菜去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如果老的我们就只要叶子，嫩的那些的话，像这个就嫩的就可以全部要。这颗好像老的，耶，这个有点类似于荠菜的香味儿。这些嫩的呢，这个普通话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有知道的朋友吗？这个很香的，这个小猪都爱上了是吧，小猪？嗯，我看你吃的就是一直在我面前说好吃好吃好吃。你喜欢吃这个啊？对啊。我说把这全扔了，你说吃，我就给你炒一个好吧。好，拜拜。这个呢是绿色的，还有红色的红苋菜，对吧？对。据说吃红苋菜补血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女人嘛每个月都会失点血，可以吃的补补。嗯，你看买了一块的牛肉，很新鲜的，这是腿部的牛肉，我要把它洗一下再切起来。我们这边买牛肉都是直接那个牛的大腿上割下来的，所以绝对是牛肉，百分百是牛肉。这个一斤半的牛肉，因为小猪爱吃嘛，我们就多做一点。来，这样切起来，你想切吃厚一点我就给切厚一点，没关系的。你怕夹不到是吧？不是，我看他切厚的，炒起来蛮好吃的。我发现你是觉得别人家的菜都是好吃的。你看这个肉，细皮一下，黏黏的，这种肉就没有注过水的。
香啊。这个牛肉呢是46块钱一斤，炒的话就用这种，如果是炖的话就用牛腩。哇塞，一斤半两个人够吃了吧？够不够？够。它还得帅，这种呢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做的，它不需要加什么配料，把它切成这样。然后再切一下川芎，它切多长啊？也是这样吧，它是短短的，像芹菜差不多了。嗯，切好川芎就可以炒了。哦，我去拿剁辣椒来。吹吹不燃啊？哎呦，这汗水太多了。啊，吹不燃，怎么办？重新点呗。再去找点毛材来吧。嗯。小姐姐，啊，我建议你先洗个脸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汗水太多了。对。我先去点着再说。来，锅里加油，我们开始炒牛肉。这个先把牛肉炒一下啊。我听他们说拿这个火钳啊，拿去烫一下，然后热了之后就拿这个火钳来烫头发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在家的话，这种是很原始的烫头发做法。改天要不我试一下烫一个造型，不洗实在不洗就把头发剪了，就是反正头发多的是，对吧？好，炒成这样先盛出来。这里面有油的，帅，下锅炒。这样炒一下啊，再下剁辣椒，一排的剁辣椒，这是朋友送我的那个，来炒一下，烤香啊。我感觉不够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上一勺，这个剁辣椒就是牛魂啊。好，我们炒成这样啊，再下入川芎，来炒一下。炒成这样，再下入最好的牛肉，加入盐，这里不腌制的。嗯，好香的，千里香，整个村子都闻到香味了。OK， 香，哇，哦，这个拌饭好香的。好香，真的好香，我要吃饭了。小姐姐，嗯，怎么了？你先把脸洗一下。洗脸？嗯，这个饭，我听说饭前便后要洗手，没说要洗脸的。你先去洗一下嘛。行，先让我去洗一下。好。这个拌饭真，这种牛肉啊，多吃点，长壮壮，壮如牛。我感觉我一再长就壮成大象了。来点这个，尝一下。嗯，好香好香，也尝一下这个。嗯，还可以啊。
牛肉是拌饭的神器。就这个牛肯定是个老牛，多吃点菜。我第一次知道川芎还可以这样炒。太香了，好，差不多拌，全部拌起来吃，就这样拌饭，牛肉拌饭。一接就哭啊。